这有去码头吼？啊，我要去五王庙。无到五王庙。好。你家己转车。啊，你靠的。六钱的，爱挂这码头。三十。三十。哎，这无倒停吼。你去第一行要转车啊？去第一银行。哎呀，还要转黄干的。哦好。我这不靠腰。好。就是转车。好。咦，这敢是我哪会当刷信用卡？你信用卡内底有迄种一卡通啊、悠游卡，迄个会使刷啊。哦。伊讲悠游卡好啊，悠游卡好啊。啊，信用卡袂当啊。信用卡，回来底啊，有用悠游卡，一卡通。悠游卡是一卡通就会使啊。哦，啊有蓝色货会较会刷。对啊。会敢那有哦？对啊，你为咩唔用啊？麻烦。对啊。刷卡到，坐火车嘛，相同啊！你后下过来刷一个东西。嗯。悠游卡有一种符号嘛？有符号嘛？这无啊，这个无。后边面，这没什么符号啊，这应该不是的。啊，这个有。好。这悠游卡，这可以当。哦，这可以当啊。啊，你等于你这有储值啊。爱储值该当。对啊，你超商储值袂使啊。我啊未储值就袂当。系啊。我微信用卡是你主动会当储值，伊用信用卡会加多，互你储值。应该会使。啊，你爱知影讲你即个内底有无？你去超商去甲试看看内底敢有钱，然后买物件无？我唔捌甲储值过咧。哦，你去超商试看卖啊。都爱家己先去储值就对啦。伊免。超商入空还有啥哟？哦，爱超商可好？都储值，我这无多。后盖来个储值，安尼我得当坐公车。我第一届坐公车啊，我冇坐过。我当高中学生时代冇坐过，迄阵是新南客运，黄色的车。迄偌久啊？哦，足久啊！啊，尾啊，就拢无去啊。啊，即摆阁有啊。啊，即摆不是行车啦，你着专线的。公车、火车，拢会当用悠游卡买坐啦，免阁去窗仔口去买票啦。火车我来当用悠游卡。对啊，火车买晒啊。哦。你想讲火车你迄、那个无迄、那个区间车也好，自强也好，你个刷的价钱拢相同啊。嗯。你若去窗仔口买自强较贵啊。嗯。区间车较俗啊，啊，但你用卡是拢相同，我通去坐啊。无位尔啦，就讲你自己无位啦。啊，你啊用悠游卡刷，拢会当坐着对啦。会当坐，啊，毋过无一定有位。系啊，因为你无位位啊。哦。啊，但是你啊地图无差。对，地图无差。你像遮迄代人，几十个，你住中个15分钟尔。嗯，无差着。啊，你啊柜台买的。到位啦，对啊，伊有位好哩，对无？嗯。我看头仔遐个人，毋知伫遐咧录迄啥，因伫遐录。阮嘛是拢有录个啊，啊，你若像阮是65岁啊，嘿，都有啊。工作迄种在录啊，啊，迄种录就免费啊。迄都爱65岁以上才会使。咱若台南县个、台南市个拢免费啊。哦。
专线几乎拢安尼啦，你若想别位的，像台北市的嘛是啊，坐台北市的公车，同一条路拢免钱啊。哦。啊，咱是半票。站票上车。啊，咱一站是就免钱啊。嗯。啊，咱啊路人也讲半票啦。嗯。剩半票呀，我。路人就半票只。哦。啊，像我头下咧立钱的。你也立钱转票啊，啊用迄卡片来转票啊。哦。啊，那是去甲市政府申请迄个，爱交什么交什么的，哦，开啥？哦。码头到新华到码头应该无足远嘛，哦。这个就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。我。所以十五分钟，较最较最少。我应该咱骑好多摆啊，啊无就开车啦，啊毋捌坐过车啊。对啦对啦，啊咱都习惯骑到了后边啦。嗯。即种政府有补助啦。对啊，嘿。有补助啦，啊无以前班车不少，即摆较少较少。市议会咧开会，听讲即人每单人了足济呢。政府补助啦。对啊，对啊，真好听。我头仔安尼甲看吼，真正坐人无讲足济吼。无讲足济。但是学生囡仔来讲，拢客满啦。你若上下班上下班。哦，就拢客满。拢客满啦。哦，所以这个时阵来就无啥人嘛吼。啊，较少啦。啊，暗到差五点半迄时阵。我上第一班六点半，一班拢客满啦。这时啊。反正这嘛是有必要的啊！哦，对学生啊，做便的啊。你若无这台、无这班车，你也上麻烦啊！囡仔因在家长在上班嘛。对，所以。无在挂在生活。所以代志有，其实有足侪面向爱看啊！吼、哦。对啊。你袂使讲这个时阵无啥人，咱就感觉讲这无啥物需要。其实有诶时阵。愈少坐人，愈少人。嗯，咁就安尼，用即段时间人较少，又排开，安尼坐人愈少，又方便嘛。嗯。啊，所以而家一定爱咧开，啊，人会感觉讲，诶，我固定时间拢去。嗯。啊，无咱台南讲需要轻轨捷运，最前几日啦，就无伫遐开会。不是，不是，有需要。比较差个。有绝对方便的。啊，有绝对方便吼。对啊。啊，不过有人讲无需要，讲这绝对了钱的啊。这嘛了钱，这嘛差不多啊。应该袂使安尼看吼。这嘛是了钱。这公共运输一定了钱。坐车再无几个人，都袂趁钱，你想？无啥可能。绝对无可能。哎。下一站，树人路口。树人路口，请您路靠苏宁 Hotel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吧？嗯，要公共运输啊。公共运输啊，不需要，不是不需要，不是啊，我们那个叫做方便的。哎。那无，那你讲交通费啊，飞车啊，交通费。危险啊！迄危，桥都歹，加也是赛车，其实拢足危险的。对啊，啊你啊，有迄个物件，就是表示咱的都市、咱的社会有进步啊。啊。是讲伊个轻轨捷运，即马咱规划是客人嘛，邓文熙以南啊，哎，咱即马是规划一点啊。像咱这边遮的西北遮较少啊，啊啊，电话提供所，神话 District Office。哦，遐永康加台南市区加起来就超一百万人啊。啊，咱全台南市嘛，才185万尔。对啦。电话提供所。啊，扣掉台南市区甲永康，安尼外口的才当80几万尔咧。三八七五说，所以你较看，你就无法度讲你用你番捷运的方式。不过你啊，捷运即马交通也方便吼，应该人疏散容易，伊就愿意住在。吓啊！我是感觉安尼啊。台北就是安尼啊。吓啊！台北即马
现在台北也出门，无人买贵车，无人买骑倒摆，你平常捷运还是公车会搞所在，拢要坐公车较济。诶，因拢坐较习惯啊。因为出去搭飞机，公车都爱钱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哦，迄停车费，啊，我倒摆嘛爱钱诶。啊，伊就是即款。所以，我感觉也是，也会当去捷运，那轻轨捷运较好哦。当然啦、啊，迄款拢是对咱社会一个遐个方便啦、啊。啊，不过即马无歹啦。嘿。哦，啊，你讲标准，啊，就看政府的政策啊，看伊敢愿意来承担这个。即马，不过即马市政府伊个预算去哦，议会甲扣掉个啊，连项目评估都袂当做。这个是震动嘛，哦，明明真好物件，啊反对，啊在野就反对啊。啊对对，当在啊，那难赢个啦。哎呀，你安怎讲？难赢，机关口径一致呢，全部人反对哦，难赢个，规个人反对讲，拢项遐预算嘛，甲你扣住。可行性评估都唔好你做啊！对啊，所以这就是安尼啊。安尼都爱一直拖落。对啊，六班啊，一直熬啊，一直拖落，一直拖落。不要紧啦，到了。Immigration Agency， 移民署。移民署。哦，台北市三十几栋前都有啊。都捷运啊，不过是一百栋前啊，啊，迄阵的人口讲，即卖台企啊侪嘛无，啊，嘛是拢对人口足少安尼，啊，因为你交通方便咯，啊，人就愈来愈侪，愈来愈侪，社会愈进步啊，应该是安尼较对嘛吼，你袂使讲啊，你这人少就唔卖做。你啊，讲安尼，咱台湾是算交通真好。你草地十四街拢有路，开甲足水个。嗯，啊，你嘛使讲啊，人都即种个贵啊，卖贵。啊，安无道理啊。啊，你山化，你讲好听，啊，对遐人来讲都不方便啊。对啊。啊，你后头开伊个方便啊，出入方便啊，伊个农产品从哪度出来啊？对啊。应该是讲，你交通性做好，做好，这是基础的设施啦。人自然就会多啊。啊，你袂使拢算讲有趁钱没趁钱。嗯。这个袂使讲要趁钱，趁钱。哎呀，交通事业的公众利益诶，这是基本的。哎，基本的。你若讲轿车，无要紧，哦，啊，这是正常在用的啊。嗯。这大家也。坐了习惯了后，到尾也就会趁钱啊咧。哦，大家愈来，大家拢唔爱使奥多拜啊。系啊系啊。大家拢来坐，就趁啊。对啊对啊。到了。山花。那上贵哦，捷运买了比较多。听讲嘿，即马开始趁钱啊。哦，啊，因为大家跟兜兜习惯嘛。系啊。习惯了，有诶，奥多拜啊，伊也旧啊，伊就无爱驶啊，伊要伊嘛无一定要去啊啦。哎，坑诶！伊感觉讲，啊，我坐这都方便诶。哎呀，我咧，嘿啊，主要是安全啊。安全对啊，诶，我搁搁，哦，搁坐了搁足省事啊。你啊，驶车吼爱燃料税、牌照税，吼，还贵松松咧。对啊，对啊。而且嘛是爱牌照税、燃料税，咱啊。山化 Elementary School。三八贵姓，你是讲对这上下要去码头的车无坐吼？那像咱有两班拢在走码头啦，一个是这里有个橘干线嘛，嗯，啊就是橘十二啊，所以咱如果说两班啦，哦啊，我咱起码坐这啊橘干线啊，不是橘十二啊。就是、啊，橘十二是较细台款。哦，还有面像胖卡面包车迄种细台。中型迄款的。哦，中型的。哦，啊，这大台橘干线。伊拢大台。哦。伊阿无迄落，你讲的迄较细台，迄比咱较慢来吗？你那像我刚好看伊顶款，比这班慢十七分钟。哦，伊就会来啊。你坐到台南市的。
即时会直接到台南市。迄当直接台南市哦。直接新市林康，直接皮皮皮，然后直接台南市啊。哦，好嘞，后街。兵工厂遐伊。哦。阿辉厂遐伊。好嘞，后街。哦，那电话进来，你啊，你在南边来坐火车紧啊！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到了，哎，哪位人？到底是到底是路线的人？好边啊！三八贵姓？我对永康来啊！即马举手冇大台啊，又刚刚西大台啊！哦，真的哦。伊嘛也西大台，啊大台，伊最近我讲你有买新车，人家台南市的，伊算台南市干毛刀？对开啦，啊，台南市也开大台啦。哦。有当时也开大台啊。嗯。可能上下班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拢很多。就开大台。嘿，较侪人坐啦。嗯嗯。安尼足好啦，吼，安尼有台南进步啊。到了。师妹，师弟，新年。我细汉那么坐新南客运。啊，不要等下忽然间能无去啊，奇怪啊！上机会，南溪尾，南海尼。哎，咱啊，头啊，这班咱啊无坐着，敢那在道理讲的，爱坐橘十二啊，橘十二个无坐着，大家那个。南海尼。五点外。这种只能一步一班嘛。一点外就哦。下一站，善化国中，善化 Junior High School， 善化国中，三八贵族，善化国中，到了。山花 Junior High School， 山花贵族。马跳滚 Q。车去大路，右手边遐就第一行，遐就使坐啊。好，好，加好，再见，谢谢。